好像也很会哦。叮，你在干什么啊？是不是以为我不会穿播？不敢解了，解了我说，你在干什么啊？啊，是不是受不了啦？第二时间后跳，哈啊，怎么样呢？你在绿冲，在绿冲过来，我直接用勾身龙把它勾掉。我看是八点，真的。看到什么？看到什么？你在跳什么？手那么长啊！本来要勾一个神龙的。哦，肌肉！你在跳什么？一个退康。你在干什么？啾！嗨，虚弱了，你死了。Yoga！哎呀，就跟你说你死了吧，还敢虚弱啊？哈，还敢虚弱是吗？真的，我觉得要打赢我欠迷的要趁这一两天，先往角落带。呀，别解摔，干你俩！叮，要飞了吧？咚，你在跳什么？一个解摔，哦，解摔，哦。Here we go！ 还要解摔了，还要解摔，还要解摔了！哼，哼，玩切咪就这个样子。拉西罗，管人家解不解摔，我这是第一个封过去压他。啊，切咪就还要去猜人家要不要解摔，真低反啊，真低反啊。嗯，第二神速点好像也很会哦。叮，你在干什么啊？是不是以为我不会穿波？不敢解了，解了我说，你在干什么啊？哎，解摔！哎，我第二时间说啊，他是绿冲，对。你在干什么？第二时间啊！你是不是想跳？你是不是想按 ？OK， 这运气不错啊。其实我是猜他会绿冲啊，我是猜他会点两下绿冲过来折，但是没有用，完蛋啦！你在干什么？感谢 Noop 的。你是不是想飞？先让他打虚弱，叮！你是不是想？你还敢发波？哦，对不起，感觉他要瞬移了，感觉他要瞬移啦！你不敢解了，要红叉了，延迟跳，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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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完了！插合他的重手，插合他的重手。插合他的重手，插合他的重手，你再不重手，我要生气啦！干，我要过去啦！你再顺啊，对不起，插合他重手，要按了，干，看错。收口都给，反高！你在干什么？还好，还好，我反应了。啊，不累，还好。哎呦！我刚才也是一样，我的人生在跑马灯，只是干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按得回去吗？还好按得回去啊，还好按得回去啊，不对。我刚那一瞬间，我真的原本没有意识到按回去，我按个两下，干你俩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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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好按得回去。真的，还不赶快过来陪我吃宵夜啊？坑怎么这么多啊？别凹我吧！这个坑我刚刚是不是遇过啊？怎么感觉这个凹的有一点既视感？凹的感觉有一点既视感。嘿！噔！完蛋啦！你有没有觉得对面那只感觉比较好玩？啊，这个点出来点的不错啊，但是那又怎么样呢？这个凹也凹的确实是不错啊，但是那又怎么样呢？哎，我刚按 parry 啊，我刚 in pay 啦，完了被缺，干你娘！插错等级，刚那个地方应该要插轻的，我插到重的了。
哎 ，OK， 这给你吧。我感觉应该赢了。他的刀招，他的招式，没有阻止到。他的招式就这个样子而已。他要防凹了，他没防凹算我，没防凹算我输这个。出错啦，干！你怎么这么凹啊你啊？感觉要龙尾角过来了吗？运气不错，这样还是能赢。有点凹，有点凹。然后通常这个时候就是要就这个时候就是抉择点，就是你要想说对方是这么凹呢，还是后面不会凹呢？然后这时候你就从 M 码来分辨，他的 M 码才 1500， 那就代表他是比较一般的程度，那就是代表他会凹。啊，像如果没有 M 码的话，假如说他今天10万分好了，我们就想说，干这个人可能很强，他后面可能会改。啊，但是这个就不用改啊，这个就不会，这个就是这个人就是会凹到底的。Cannot spy， 你看他又凹了，他这个又再凹了，还变得 2MP。你怎么那么喜欢偷啊？你觉得偷这个很好玩是吗？你觉得这个跳很有趣是吗？哈，对不起，插盒，木哒哒，哎，应该不会那个过去，干嘛？哎、欸，我先跳了。哎、欸，你在干什么？他们远了，我先走了。你怎么这么凹啊？我延迟摔，你知道吗？我延迟摔啊！我就觉得还会凹，我延迟摔啊！可能还是按太早了，因为我是跳金角骑士。叮，你在干什么？哎、欸，刹个车。是不是想跳了？对不起，你在跳什么？是不是想跳了？干你脑回啊！动动，放枪喽！防凹吧，不防，不防。哎、欸，退个康，没事啊。啾！哼，他刚还有加你好友，真的假的？他刚好加我好友，没仔细看。来啦！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干？我要升龙啦！完蛋啦！哎，运气不错啊，防个凹。好，他延迟点可以，他起身延迟点，这个可以。还是我误判了他的实力，其实他1500蛮强的，有没有可能？他有没有可能其实不凹了？有没有更有没有一种可能？他一听台，所以他知道，我觉得他不会凹。有没有这个可能？他要跳了，早知道你要跳了，防个凹，防个凹。哎，我先叮。第二时间后跳赢了，赢了啦！你不用看，你在干什么？靠背哦！放枪，放枪，放枪！我早就知道你会放枪啦！好，发气功，发气功，发气功！好，那你不发，我就先把我这个恢复啊！我转二十秒，我转二十秒，龙尾脚跟发气功，我没出绝招，我跟你讲，不玩千米了。好 ，OK， 好，我转二十秒，转到我动力槽回满，我转二十秒，真的。你发，你发，真的，我转二十秒，快到了，时间快到了，干你娘！好 ，OK， 我再转二十秒，再转二十秒，我累了，我累了，你在干什么 ？OK， 你在干什么？还敢绿冲？我就老子说转二十秒就转二十秒，我必定抓到你。The end， 刹个车。刹车！是不是受不了啦？第二时间后跳，哈啊，怎么样呢？你再绿冲，再绿冲过来，我直接用勾升龙把它勾掉。Ken wins。我刚内心想的是要勾掉，结果我出 OD 拳。我现在脑子想的跟我手做的他妈的不一样，打架了，太久没玩打架了。我刚内心是看到绿冲我要勾升龙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出这个，我有点意外。我的手跟我的大脑现在是两个人，干你娘！我的手跟大脑现在两个人，我有点难过，有点难过。太久没玩了，
靠腰啊！哎呀，我是故意的，有没有？故意放枪啦，想说，哎、欸，怎么突然来个这个放枪，然后他就大意了，没有确好，有没有？有时候就是要这个样子，故意放枪。要插合喽，赢啦！你在干什么？对不起，插合，你在干什么？咚！防个凹，哎，不用防。咚！你在干？我空摔打。OK， 赢了。你不会凹的，因为你快虚弱了。我刚这个应该带一个绿冲的。你在干什么？一直给我用那个迅雷脚啊，是当我笨蛋是不是？签名有点生疏。